冬天是思乡的季节，盛产的芥菜散发着年的味道，仿佛整个冬天都是在为过年做准备。先是端出茼蒿菜，再来是汤圆，再来香肠，等蒸好年糕，飘出常年菜的味道，便是除夕了。常年菜就是芥菜，台语称挂菜，百变的身姿。芥菜在冬日阳光下一路抽长，和冷风竞走，挺拔弯曲都是清苦。收完第二期稻子，父亲撒下芥菜籽，准备过冬的氛围弥漫着这个简朴的小农村。林田种的是油菜和茼蒿，也有萝卜和大白菜，都是年菜。空着的田便是小孩子们嬉戏的场所，紧扒着秋天的阳光，蔬菜快速地成长，大人们也趁着秋末的日照赶紧曝晒腌菜。刚晒完谷子的大稻埕，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。朔长清脆的月瓜和大黄瓜开肠破肚地躺了一层，肥大的白萝卜被刨成一条一条，任由阳光煎成酱黄。阿嬷说，冬天的阳光是黄金，不能浪费，要用到最后一丝。最后罗列在大稻埕上的蔬菜是芥菜，也和白萝卜一样，要晒成几种肤色。晒芥菜的同时，田里一个个胖大的木桶矗立着，小孩子都知道采酸菜的游戏时间到了。被晒了一天或两天的芥菜软趴趴的被收拢成一堆堆，几个小孩洗好脚爬进大木桶内，连头淹没在桶子里。桶外的大人把垂头丧气的芥菜一颗颗地往木桶内丢，撒上一层粗盐，小孩子们双脚不停地踩又踏，踩完一层再丢一层，一直到七分满。那个光脚上学的年代，很少有不受伤的脚，踩在粗盐上一阵刺痛，痛了几回也就麻了，但也少了几分痛快的感觉。酸菜若不是拿去卖，便是要吃上一整年，所以每个家里至少要备上一两桶。腌制成的酸菜也会有好与不好的待遇，过年用的酸菜当然有鸡鸭肉搭配，拜拜的酸菜也会掺些肉类，不过最多的时候是蒜头或辣椒炒酸菜。小孩子嘴馋时直接生吃，只见一人一颗，咬得眼歪嘴斜，兴高采烈。稻埕上还留着不少晒过的芥菜，不是木桶装不下，是准备做副菜，也叫福菜或梅干菜。晒过的芥菜搓了盐，再继续晒个几天，直到成了浅褐色，再装进玻璃瓶或小瓮里。瓶和瓮都小，当然无需用脚踩，要以细木棍捣压，越紧密越好。一个小小的瓶子可以装下一大堆的副菜。副菜客家人最擅长腌制与烹调，以梅干扣肉最出名，闽南人则偏好酸菜。装在玻璃瓶或瓮罐里的副菜，取用时以一小铁条一端弯折成钩子，一条条从玻璃瓶或小瓮内勾出来，和勾取萝卜干一样。母亲忙时勾取副菜就是我的工作，勾副菜时要先爬松再勾拉出来，勾出来的副菜先洗净沙粒，然后浸泡在水里烧去盐分，烹煮时才不会死咸。
母亲不太擅长做梅干扣肉，多半是副菜鸡汤，和酸菜鸭的做法差不多。这样的搭配让我觉得酸菜架鸭、副鸡、副菜随鸡，同是姐妹，滋味却不尽相同。酸菜如幺妹，漂亮活泼热情；副菜如长姐，娴熟沉潜内敛。然而这两位婚后的姐妹却很难同时在桌上碰面。晒完最后一颗芥菜，冬日最后一抹阳光烤温了棉被，藏入了身后的云层。过年了，